北京电视台推出的音乐竞技类节目《最美和声》呢，今天晚上将会播出第六期。继第四期节目当中萧敬腾是泪洒现场之后啊，今天晚上又一位导师呢是潸然泪下，他又是谁呢？其实我觉得维纳，此刻就是你发光发亮的时候，就是现在，就是我们给他一点掌声好吗？你不知道你有多棒。看着自己的学员不断进步，范玮琪被感动得当场落泪，而陈羽凡却因为自己的小伙伴胡海泉和学员唱情歌吃起了干醋。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初最痛是后悔。两个人在一起有咱俩合吗？酸了酸了，有人酸了。没有。本期节目主题是青春季，四位导师讲述各自初恋故事，和学员一起致青春，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和大家一起回忆青春往事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。